Friendship Hospital was founded by Dr. Li Youchuan and Liang Junping. It takes its name from the American Friendship Hospital founded in Pingding over 100 years ago and is inspired by the care provided for the people of Pingding by those farmers. Early cancer detection through late stage cancer. UI Hospital aims to provide care that best meets the needs of each patient. The best care is not always about the newest technology or the most expensive medicines. Prevention and early detection are key where treatments are becoming more effective every year.见到的医护人员，甚至是临终不久于人世的患者，都是面带微笑。他们的生活状态和工作状态深深地感染和吸引了我。我感觉他们不是装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在那里，我看到了什么叫人文关怀。如果说我们跟美国的医疗技术上的差距不小，那么看不见的、无形的、精神上的落差更大，这是我们所没有的，这是我们的医院所欠缺的，更是患者需要的。我要办一所高水平的、人文的、有灵魂的医院，希望在我生病的时候，不能动的那天，能住进我创办的医院，让更多的人健康的生活，优雅的老去。别的地方没有这服务，医馆嘛，没有星期碰一下就是了，也不吃咱的，也不喝咱的，两天嘛是为了什么？主要是啥子找这病人嘛哈，开心的做点康复，帮助病人咋样的时候减少痛苦。医生也好，护士也好，他服务态度不错，确实是属咱们永安医院的职工佛系回乡。对我作为陪人员，我非常满意。给我哥哥家属开心讲故事，聊天儿，端茶倒水。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是多少。给别人也解决了心理上的压力，给精神上有了安慰。病情是非常的，一天比一天好。在我老公生病以来嘛，经济负担都很沉重的。因为医院住院这期间，又给了我帮助，安排了一份工作给我，又能陪护家人，又能有一些经济收入。我们志愿者给我的帮助，心里也感觉。我爸爸得病两年多，有爱照顾关照了我爸爸一年多。听听他们的心里话，
忘了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有些患者是低收入或低保家庭，作为社会工作者，一方面我们帮助患者和家属适应严重疾病带来的变化，而另一方面链接其他的资源来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作为护士，我们医护团队尤其是通过护工和社工的团队协作，然后我们会共同跟患者和家属沟通得更好，了解他们的需要，尽量的服务得更好。我本人呢就是一个人脉呀，近十年的一块，我来做有爱的志愿者，就是想让更多精神的患者家人都可以做。大家从我身上看到，得了癌症并不等于死亡。我们需要接受系统专业的培训，比方团队合作、跟病人沟通、写记录。在有爱，我觉得活到老学到老，真好。我在奶奶临终前的几个月认识了有爱团队。一开始我并不了解他们要做什么，因为他们只是和我一起简单的聊一聊天，听一听我的烦恼。但是当我说出来的时候，我感觉我很轻松，其实这正是我需要的。我开始做有爱的志愿者，和他们一起探望病人，一起去社区讲座，一起做一些看似简单的事情，这些让我很快乐。很高兴在我20岁的时候认识他们，我觉得今天的年轻人更需要做一些这样的事儿。因为我们接触到一个83岁的独居老人，问他有什么心愿，他说3个月没洗脚了，希望能给他洗个脚。我们精心准备并如约为他洗了脚，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活了80岁，第一次享受这么好的服务。老人的反应让我更加坚信我们所做的事情，只要用心专注做，就会得到认可，哪怕只是洗脚这么简单的事情。